超甜。这是我们第一次录视频，这样笑的可以截掉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坚果，我蘑菇。然后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录视频，今天第一回，撒花。然后就是第一次我们录视频，就是做了个大促销，我们就是试用对方不喜欢的彩妆品，看一下他们是不是还有值得挽救的可能。他现在脸上就是都是就是我不喜欢的彩妆品，他现在脸上是所有我不喜欢的彩妆品，但是除了我们俩的口红，对的口红，因为我太难看，我不喜欢的口红真的是太难看了，没有办法，就是作为第一次和大家见面的，就是毕竟第一次嘛，就是怎么着也得给大家稍微留下一个稍微好点的印象，要不然就是觉得两个疯婆子在干嘛。所以如果你对我们这个选题感兴趣的话，就继续看下去吧。那这个包里面就是我觉得不是很适合我的东西，然后我也觉得就是有点不太好用的东西。我带了一个特别大的包过来，我用过一段时间的东西，但是我对他们也不是太满意，然后就是拿过来我们再给他们一次机会，就是换一张脸试一试。对的，因为我是一个干皮，冬天就是干皮，然后夏天就是有点混干吧。然后你是什么？我是干皮敏感，然后会有毛孔的问题，就是结束的时候会顶着一张非常奇怪的妆，因为就是不喜欢的东西集合的妆。好，我们第一支视频就是这样的。好，那就开始吧。就是我先说吧，我觉得就是这个产品对于我来说实在是有点厚重，太厚了，有点像我墙腻子，就是 double day 雅诗兰黛 double day 对调胶，对对，要不然它会对调胶。好的，就是雅诗兰黛 double day。然后我这个色号是 EC1， 之前我买的是 EW， 温柔一点。之前我买的是 EW1， 然后呢，当时我买完 EW1 以后呢，然后我就回来涂了一次，我就觉得自己像黄脸婆，就是还是去换了。然后这是 EC1， 就这个色号还是挺对我的，但就是有点太厚了，墙腻子干了以后，然后就感觉脸就干裂。我拿了两个底妆，就是一个非常打脸，它已经快要空瓶了。对，然后你说的保佑。对对对，因为它我之前配别的粉底的时候就觉得它还行，但是后面我用 Cover Mark 和我现在今天拿这个粉底一起用的时候，它就非常的搓泥，就是一脸血泥。然后另外是这个，然后这个我觉得你今天也不会觉得太好用，它也非常的强腻子，就是但是它不是那种很干的那种，就是会有点磁光肌的，但它非常挑皮肤状态，我只有皮肤状态非常好的时候用它才用过。然后哇塞，这什么什么事，喷完一管的时候，对，喷完一管的时候，就是大家应该都这样，像螺旋的，就是特别特别可爱。为什么就它就是这样吧？妈呀，这么奇了！不是，它就是这样的。我第一次挤出来的时候，就是真的是它看起来那么可爱，然后一挤出来是那样。然后因为我知道他不喜欢的一直是这个大波贝尔，然后所以我已经做了准备，就假如它真的很干的话，我带了一瓶，我带了一瓶这个帕帕的油，对对，我先用手试一下它是什么。哇，不过这个颜色真的挺黄的，这还黄，这已经一分一，真的挺这已经紫白了。因为我一直用就是日本的，所以就都还挺，就是还挺。我是说用这种拍打的不会搓泥吗？你可以先用手试一下它是什么感觉。但是你很讨厌手接触粉底的感觉。我不喜欢粉底在我手上，就是在那个纹路里埋藏在纹路里。我这到时候再给你快递。对对对。然后下面他没有准备遮瑕，然后我准备了一个，然后这个是一个 benefit， 问题是它真的很润，就和那个完全不一样，就是它是这样的，它是中间有一圈，中间是遮瑕，然后有一圈类似于就是会让你变润润的那种的，对，那种膏，然后但它的问题就是因为它太润了，它就会在一个位置上待不住，所以它的遮瑕力是有问题的。然后所以我先让他试一下。我这儿有一个，我这儿有一个那个斑。它其实这么润，假如我买最白的那个色号做眼下提亮，其实挺好。但是我当时是为了遮一些就是小斑什么的，然后我就买的是二白，就二白做提亮来说又不够白，所以它现在就有点提亮。好黄啊，是吧？好黄啊！你白，太黄了。它就是适合用来遮斑的那种。那也别给我遮上啊。对，因为它太润了，就你稍微拿东西一拍，它就走了。我不喜欢，是吧？它没有得到正确。I don't like it。然后你看这尖儿就会不一样。这好像你用的唇膏啊。对，我用就是我好羡慕那些用唇膏能用出一个凹来的，我觉得就是很女人很贵妇，我永远都用不出凹来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那样的它真的好黄。对啊，就是它经过的地方反而会让皮肤颜色不均匀，所以你觉得它就是本身真的不好用，还是我色号选错了，还是都有？我觉得那个美宝莲的那个橡皮擦长那个是你推荐给我的，然后新友上了脸上，然后被我妈抢去了之后，她已经回购了两个了。下面下一个，然后我给她准备的是这个就是指纹收集器娇兰，然后她原配的那个粉扑
肤真的是很恶心，就是非常难用，浮在我的皮肤表面，就很明显，你感觉到那就是一层粉和你原来的妆能融到一起去。如果我要是上强粉的话，我也是拿刷子就是拍，就是扫一扫，就是这个感觉。其实对于我们这种干皮来说，没有就是脱妆的问题。其实上强粉我主要是为了上一下眼睛，然后为了让眼妆不就是会移动。嗯，我的鼻子现在其实有点起皮儿了，就是它这个其实就会让你的妆感看起来就是有些更重，对，有些厚重。滚走，就是这个。涂库夫斯库，就是其实就刚开始大家都说就是这个好，然后那个，然后后来我就是买了一个，就是感觉这个颜色刷在脸上就是会让你显得有点脏，就是感觉就是明显的看上去不是阴影，而是你刷上去的东西。像我这种圆脸，我就是需要修容的重灾区。那是这个 Tom Ford 的这个修容膏，不是要说这个修容难用，这个修容是我一直在用的。我觉得它这个高光就是一块油，就是有的人觉得它就会带来那种光泽肌的感觉，但是我觉得它就没有任何效果呀，就是一块油，然后但是就既然拿来了，你也用它做修容吗？刷开就行。但我真的就是没怎么，你可以上面这下巴一圈啊什么的，就是我真的也没怎么。所以你觉得它这个颜色是混在一起用还是？就是你可以选那个就比较，我想这，我觉得最深的那个有点深，对，我就选两个淡的那个，我就选前两个的颜色，然后混在一起刷。然后这是我刚才用来上粉的刷子吧，接着要修容了。这样的话，像苦偶一样，大家不要说我脸丑，我觉得自己脸很丑。大家都会在这儿发光，上我在这儿放银。但我觉得还可以，因为我不太经常用这种粉妆，我就是觉得好像粉妆更自然，是吗？送，可能因为我比你黑，所以就看起来没有那么管。我的脸有点短。我本身眉毛非常多，就这全都是我自己的毛，然后所以我日常画眉毛就是加一点点眉尾，所以我对它没什么要求，也没有什么好用之分，所以我没准备。可是我的那个眉粉就是其实还挺好用的，但是所以我也没有带，那我就拿一个吧。然后我就先允许我先粗犷一下，因为就没有镜子，这个眉毛对我来说很重要，很重要。然后，哎呦，我真的不会用眉笔。不会用，你这个挤不回去。不会用眉笔，只能往外扭，不能往回扭。嗯，就是他已经有了一个我不喜欢的点。不会用眉笔，哎，你快过来，你快过来，不会用，你靠近一点。不，这样是不是不太好？就你拿后边，你拿后边那个刷给它融合在一起。眉尾什么？哎呀，给我眉粉。你有吗？我有眉粉。那你给我来，来，我刷。哎，我发现我今天晚上没戴鼻影了。What？ 因为我的鼻影是就是麦克欧米伽嘛，然后就发现挺好的，我还是可不错了。啊？有没有好点？我觉得比刚才差很多。好点了。好，一个有眉毛的。怎么刷的？我的是就这个，啊，日本的一个。你觉得它不好用？对焦。这是那个 Camake 吧？啊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就反正跟 Camake 差不多的一个牌子，对对对，倩丽，对，就是这个是什么呀？就是它这个眉粉啊，这个鼻影，它这个鼻影啊，这个颜色有点就是稍微绿有点浅，然后它就是，而且它就是拿这个刷子刷上去，就是你浅，你就会再想刷，你再想刷，然后它就会感觉那个粉一直在堆叠，就会很厚。嗯，我买过这个，我觉得挺好用的，是吗？但是它这个高光色真的，积累。你可以用我这个刷子，还挺好用，是我看的那个。Rainy 的视频他推荐，好像是萌化。你可以把这镜子拽出去啊，鼻影这么重要的东西都萌化了。好吧，然后是什么眼妆了吧？眼影我们有大吐槽。我有两个，一个是这个，就是 Burberry 的。首先呢，我要吐槽的一点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包装，就是你可能看说这个包装哇，好高级啊，然后就是这种质感啊， Burberry 的纹路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但是，就是你看它的四面，从哪开？就是你要抠才能抠起来，就是很难抠的。颜色还是看上去很好看的，这咱俩一起买的吧？但是不上色，不上色。是到哪儿？不知道，这什么手？鸡爪。就是，你这已经很上色了，但是抹在眼睛上就是没有什么破碎屑。对，而且我已经戳进去了，就是对焦。就不太上色。一个就是专柜的，是这个纪梵希的这个眼影。然后他我也真是给过很多次机会了，然后他们两个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，
就是不上色，然后我也做了试色尾，但是它真的就什么都试不出来，相信我。哎，我为什么干拇指？就哈哈，这怎么滑了呀？它有的对了，那粉色就是看不到，然后这个亮的颜色在镜头里看不太到，但它其实挺亮的，然后就只能看到这一个颜色，就这样。你不是还有一个吗？对，还有一个，拿去了。叮叮叮，这个我之前很想买的，但是就是后来。但这个不是那个特别大热的那个色号。这样能看到它们的颜色。其实我觉得就这个颜色很恶心，但是这一块和这一块，这个是有点那种干燥玫瑰色，我觉得还挺好看的，黄的啊，那种哑光的颜色。那你说说。主要是这一盘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灰感，就是一种灰的感觉，银色，对，银色，就我觉得挺好的，我还可以有这么多颜色，然后挑相对喜欢的搭配。哎，它真的挺难开的，就我找了一圈，然后它还挺费粉的，镜子上都是粉。我喜欢这个颜色，哦，但它摸起来真的挺糯的。是。我先蘸了这个第二个，这个很大块的这个裸色，然后打个底。我这个，它真的特别费粉。你这个飞粉蛋就是很好取啊，它的优点就是，哎，真的，这个粉色为什么就它出来的那个偏光是冷冷的，银灰色的闪粉，这个干燥玫瑰色，然后和这个深的颜色，其实我真的觉得深的这块就粉质很好，非常显色，然后我用非常好推这颜色稍微深一丁点，然后那么眼窝，啊，我用这个干燥玫瑰色能用，这个呀，哇，哦，你这个好飞粉啊，就是看我的这块。就淋到后面了，是吧？所以我真的，我所有的，我今天拿来所有的产品最不喜欢就是它，而且我对它期望值很高，我还等了很久。就是用这个粉色放在中间，然后拿一个稍微头小一点的刷，我都用同一边，然后上这个深的颜色啊，我好喜欢。然后呢，这个就是 Marc Jacobs， 颜色就很难对。这个笔呢，是之前我有一个特别喜欢的一个，就是也是一个博主叫李寒烟，然后他推荐的这个笔，然后我就特别喜欢他，然后我就说好，那他推荐的我也用，然后我就买了，然后但是它这个笔呢，就是很软很滑，我喜欢，就是你看滑一下，很软很滑，然后呢，但是就因为它太软太滑了，当它画你的那个内眼线的时候，或者就是紧贴睫毛的时候，它就会被你的睫毛就是刮的，就是上面全都是那种小屑屑，就是笔的那些小屑屑，就是感觉不好，不喜欢。哦，我好像带了三个眼线产品，然后一个是这个德先的眼线液笔，因为我就本来就不太会用，所以我也不太好评价它。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，是 Benefit 的一个，就是用来画烟熏妆的那种。它的问题是它真的热。你这个眼妆真的是好灰好银呐。对，然后它就是会晕的特别厉害。它虽然很软，然后它特别黑。然后我另外带的是一个 Bobbi Brown 的眼线膏，它的问题是它干的特别快，它现在已经就是东非大裂谷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德先的为什么不行呢？因为我不会用。我会用这个。不过这个棕色好浅啊。反正就是不好用啊，这个好软，这个用来画内眼线真的够，喜欢。它太软了，你就拿它画内眼线就好了。它真的很软，但是它软到有点难以控制。我大概能get到你的天鹅颈吗？兰蔻的这个，就是这个怎么说呢？就是第一点，它不好拔，就是一个得使劲，因为它这个头是这样的，它可能就是说让你就是画的要那个就是好。比较顺手一些，但是它不好拔。第二点呢，就是它这个刷头，大家可以看，长得像它这个刷头，它那个齿轮，它的齿不是很密，对，它齿有点大，其实也其实不太好。用这个之前，先说一下睫毛夹，就是睫毛夹，就是我是买了这个当时就是失心疯，就是抽风了，失心疯，我以为是牌子叫什么。对，叫 Koji， 就是因为我的眼睛是属于比较长，哎，怎么说呢？反正就是眼型比较长。对，然后呢，他这个就是眼睛不是很凸的那种，就是弧度比较平。然后呢，他就说他这个就是平的，就是说就是适合这种眼型的。然后就买了，买完以后，哎呦我去，就是他这个就厚，就是这个条这块就是特厚。然后呢，因为我们要夹睫毛，就要从根上夹起。然后你夹根的时候呢，它这个部分，就是里面的这个部分，就会戳进你的眼睛，眼睛就肿了。我的眼睛特别爱肿，它就肿了，就戳进你的眼睛，真的是啊，垃圾。所以你今天要用的，但是今天又不得不用，就大家千就不要买，真的不要买。就是上述的大家东西，其实就是都可以，就是看个人喜好嘛。不，这个也不行。就是如果你要喜欢，就是其实你还是可以买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就是这个真的是垃圾，不要买。但是我还要用，是吧？这一会儿你肿了怎么办？那我是这样，其实我就让大家看，还是怎样？就是我拿这个镜子夹，杵进去，就不行，不行了，夹，不行，你还有我。
呀，我有一个特别特别喜欢的，在我家魔珠，爱用啥我就用啥。你这是什么？就是这个，这是兰蔻的。嗯，然后呢，这个其实就是不是我特意买的化妆，对，赠的。嗯，就那种小化妆包嘛，里面就是、哦、神奇的好用哎，这个好用，好气哦，还有那个好用的，我要用这个，我感受一下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你的那个眼线真的太软了，就是它确实这个特别突出，然后它现在把我的整条眼线都粘走了，我现在没有眼线了。哇，这个膜好好看！我现在完全没有眼线了，我的天哪！我还要补个眼线。其实让我最担心的还在后面，他准备的两样东西就一直让我很难过。我看到了他们两个颜，就是在录这个视频之前我看到他们两个颜色，我已经崩溃边缘。你的眼睛，意思意思，我们真的是朋友吗？路人现抓，哎，可能倒还好哎，对，我感觉你画的还行哎，是不是重拾的看来？可能是，但他这个，我们一会儿结束的时候是要去说，就是有哪些还是可以再给机会，就是被拯救的，有一些就是垃圾，结块结块结块。然后用的是这个睫毛胶，对焦对焦，嗨，这不是音控，音控，因为我喜欢的博主Benny他就是音控，不，他是音控一下，然后再手控。就是还是太天真、啊、我太天真了，我一直以为他真的是音控成功，东西就在镜头里看起来还挺好看的。完全就是没有在录像的那个什么啊，腮红好，非常棒，非常棒，我特别贪心的部分，叮叮叮叮，你看这个颜色，这是什么，你把它掀开，就是那种就粉调大红色，对呀、啊，有哎，其实是这个样子。对对对，就是我很喜欢 Rainy， Rainy，、我很喜欢 Rainy。然后他就是之前他有去韩国玩嘛，然后他就是推荐的这个腮红。然后后来我再去韩国的时候，我就说 Rainy 推荐的，一定要买。但是就是这个腮红对于我来说，就是其实就是我的眼睛是有点就是飞的那种。然后呢，就是感觉，而且我脸又长，我就涂这种粉色的这种腮红就会感觉很凶。就是很刁，就是一看就不是好人，不好相处，所以我一般就是喜欢那种就偏橘色系的呀，就是那样的那种色，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说真的就是，我戴的这个其实还是个明星产品，就是 NARS 的这个，但是它已经被我摔坏了，就是在你的这样家，对对对，这个是那个超级高潮，就是我本来是要买 Super Orgasm， 对对，我本来是要买高潮的，然后我有高潮。哦，然后我那天就给我买错了，然后这个，然后这个的粉质就要比高超粗特别多，因为它那个闪特别多，对，就是拉手，然后还不好取粉，然后最大的问题是它有特别多那种巨大巨大的闪片，然后就完全不是我的菜。那你下回我可以让你试试高超，但是你这个其实就是还是有点发橘的，就是橘粉。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脸也很长的话，就是腮红要这样横着画，不要这样画，就是会更长的。哇，妈呀！哎，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得到，就是这个亮片已经掉到我的法令纹上了。对，它那个亮片真的特夸张。然后就是这个，哇，这金粉掉的真的满脸，是吧是吧？我的凡胎人，好了，进入最后一波口红，口红，哎，高光是，滚滚滚，高光高光高光，猪油膏，猪油膏，对，必须要让我弄的猪油膏。我能看见啊，因为我觉得吧，就是它这种是用油来给你的脸就高光，就是因为你看，就平时咱们要是出油的话，脸不都会就是泛光什么之类的吗？我觉得是那种油光，就不是那种就是亮粉的那种，就是珠光，对，它是油光。快掏出我们的口红吧，今天最悲剧的，我先说吧，我这是小羊皮203，是这个样子的。十个色，对，就是那种荧光，对对，就是有点荧光的那种粉，然后基本上是我永远都不会涂的这个颜色。我平时就是涂那种棕红色呀，大红啊是我的。然后，并且因为它这个是，就什么小牛皮啊，反正就是这个细管的，它又非常的不显色。这个就是露华浓，叮叮，对焦对焦，你手上好对吗？露华浓。然后呢，我这个色号是01 Sky Pink， 是中的01。然后呢，我觉得没有人会买它的，就是。这个颜色，这种粉，就是病态美。这种粉，我当时就是脑子抽了，有点喷匀。对，而且就是，如果你要有一点点小死皮的话，它就会卡，就揪起来了。我现在就已经就是我的嘴唇已经被它揪起来了。哎，我这挺好看的，就是那种淡淡的、薄薄的那种粉，就是那种感觉有点像迪奥的那个变色的那个刚上嘴唇的那种感觉。好吧，我涂完了，就是你可以看到它有多么的。对焦，我透露你，对焦居然对是你，就是涂不匀，就所有的都抓在我的唇纹上，然后颜色就
你这个确实，它你感觉它是润的，但是它也特别抓唇纹，然后也特别不均匀。你这个它确实薄润很上色，但是我觉得如果薄薄的涂一层的话应该还好，但是我没有薄薄的涂。这个有点显黑，咱俩这个都够显黑的。我现在这个有点显黑。非洲娘们本人，我这是哪儿呀？拉丁系的，拉丁。所以我们今天妆容结束了。行了，那我们那拯救了什么？总结一下，就是还可以挽救一下。从头开始说，我们就选两个吧。行，对，我选的就是这个，一个是这腮红，一个是大包脸。然后我选一下，我觉得就是其实这个眼影的，哎呀，打不开，就是其实，哎，你这个要啊，不用摁吗？这你看，它这应该要摁，但是我掰开，暴力掰开，掰开。就是其实它就是上面这两个棕色其实还是可以的，就是做一个大地色妆，但是粉色真的是一点都不显色。对，然后它的那个就是高光的那个颜色，就是那个银色，其实也还是可以的，就是很低调的那种银色。然后这是一个，然后另外一个我想想，这个不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就是我们先选最喜欢的，再选最喜欢的。鸡屎，真的就是鸡屎，鸟屎，鸡屎，鸟屎。我今天最喜欢的其实是粉底，是他一直跟我吐槽的这个结果是我最喜欢的，然后这个就没想到，我最害怕的结果还好。OK， 很真，嗯，然后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个，我最不喜欢是这个，这我最不喜欢。行，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，结束了。下次再见。然后喜欢我们的话，就是假如我们会把我们的微博还是什么的，对，会放在上面。但是我们就是刚开始做嘛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。对，就是多给我们什么弹幕评论，对，来弹幕评论，对。就是，但是就是比如说什么骂我们啊什么的，拜托。